我想很好奇想问你哈、哦，那你们三个人到底是谁长得比较帅？我们三个都很帅啊。不对啊，我感觉你比较帅，他们两个不帅啊。不会啊，姥姥，你看你感觉呢？我觉得。我比较喜欢那个叫刚刚讲什么小乖嘛，那个叫苏什么苏南城嘛，是乱讲，苏南城不是以前那个高雄市长啊，不是的，什么苏南城，那是苏有朋，苏有朋，对，那是小乖，那是台南市市长，不是。啊，就是他！对啊，我等的朋友。对嘛、就是，我就知道你当兵去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有去当兵啊。啊？我在念书、啊。他念大学。不是不是的，老李又搞错了。啊、他是直接讲大学那个苏南城，不是，苏什么？苏什么？苏大头。哦，苏大头，对啦。小明，小明，小明，跟姥姥回去吃饭。走走。姥姥，你认错了，不是小明啊。那你怎么叫我姥姥嘞？我也看得奇怪，小明，我这样子看就看到了，你要我这样子看我才看到。那我们家小明嘞？我怎么知道小明是谁？我在这边等朋友啊，我不知道小明是谁。你等的是不是我们家小明啊？不是啊。那不是，那你跟我回去找小明去。姥姥，你去哪边？姥姥。你跑哪里去了？还姥姥找了半天。不是的，我去找你找你，我不晓得你跑到哪边去啊。姥姥，这个你知道你是谁吗？这是谁啊？这个就是那个小虎队那个里面的霹雳虎啊。小虎队，小虎队是三个人吗？他是一个人吗？对对，他最近出唱片啊，追风少年那个霹雳虎啊，长得好帅啊。出唱片，霹雳虎。是是。不对啦，霹雳虎考上大学，是不是？大学怎么跑来这里嘞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念大学。对对对对那个是乖乖虎，那个当大学的。乖乖虎，我知道嘛，当兵去了嘛。可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那个搞错了嘛。当兵是小帅虎。小帅虎。小帅虎，我知道嘛，最近出唱片嘛，追风少年嘛。不是不是，他就是。小帅虎，也不是，我是霹雳虎，霹雳虎，我搞出唱片，不是、啊、你考上大学，你怎么考上大学？给我们小明叫叫的，啊？不是啦，你搞错了，是乖乖虎，我都乱了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他出唱片，他出唱片啊，追风少年的、啊、好好听哦。为什么就是你一个人出唱片，其他两个人不能出？真的歌唱的不好、啊。是，你不能讲了。有工作在做，在忙，乖乖要念大学，哎。志鹏呢，小帅虎呢，他要当兵，所以他们很忙，没有时间。我最空了，我就自己出唱片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、啊。看你也长得不错啊，一表人才，怎么不念大学嘞？我专科毕业了嘛。哦，专科毕业了，那怎么不当兵嘞？还没有啊，时间还没到。哦，时间还没到啊。小明、啊，你不是最喜欢他？你问他问题啊。真的，我可以问问题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你这次唱片哦，好好听哦。请问一下哈，你看我可不可以有一天像你这样子，可以当小虎队？可以啊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啊。黄秋莲，爱啦爱啦你，可以吗？没有这么强。那你教他。对呀、啊、对、啊，我跟我姥姥讲说，我每次都想当小虎队，他说我不可能啊。我教你最新的。这是。我要做追风的英雄。我要做追风，追什么？追风的英雄。我要做追风的英雄。小明啊，下面上来。姥姥都看不下去了，有这么笨的小孩子啊？不是啊，我第一次学啊，我不像他们。我要做追风的英雄。姥姥说比你好。对嘛？这么讲知道笨，真笨啊你。不是嘛？那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我是小孩子，我怎么知道呢？这一次对。我要做追风的英雄，我要做追风的英雄。等一下，这次我要骂你了。我觉得这动作设计不好，像打架嘛。只是一个力量而已。这是一个力量。对呀对呀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讲，配合音乐。是不是因为你最近跟那个叫什么好漂亮的那个小孩嘛，叫林什么？林志颖啊，哎，林瑞阳嘛，不是，那林瑞阳是在台视演那个英雄本色那个人，那个不是的、啊，那是英雄本色，我们是英雄世家的，英雄世家，哦，我搞错了吧？那跟林瑞阳演戏嘛，那个叫什么正传歪学嘛，是吧？逃学歪传的，哦，逃学整错了吧？逃学歪传嘛，那你是不是因为跟他演戏就想揍他，所以才设计这个动作？哦、不是，是因为音乐的关系。哎、欸，哦，这首歌音乐节拍蛮强的，那、
他这个动作其实是在鼓励年轻人往前冲刺啊，对啊对啊，追求他的理想啊，对对，你不要误会他们，人家他们形象很好，他们不可能打架的、啊。那我看以前啊，他们唱歌的时候啊，都是三个人，哈，如果唱不好嘞，三个人都分有责任嘛，唱得好，三个人都是很光荣嘛。现在就是一个人，也没有人可以赖了。以前是谁唱歌不好，谁舞跳不好，现在是不是很紧张啊？紧张一点点了，那自己多花一点心血，然后多花一点时间，然后自己多注意就好了。但是哦，我想很好奇，想问你哈、哦，那你们三个人到底是谁长得比较帅？我们三个都很帅啊。不对啊，我感觉你比较帅，他们两个不帅啊。不会啊，姥姥，你看你感觉呢？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个叫刚刚讲什么小乖嘛，那个叫苏什么苏南城嘛。这乱讲，苏南城那不是以前那个高雄市长啊，不是的，什么苏南城？那是苏有朋。苏有朋，对，那是小乖。那是台南市市长。不是。啊，就是他！对啊，我等的朋友。对嘛，我就知道你当兵去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有去当兵啊。哈？我在念书啊。他念大学。不是不是，姥姥，你又搞错了。他是直接讲大学那个苏南城，不是，苏什么？苏什么？苏大头。哦，苏大头，对啦。那个。苏有朋。啊，另外你讲当兵那个是小帅虎。哦，那你为什么市长不做了嘞？又来唱歌嘞？他怎么当市长？你刚才讲那个苏南城是市长，他不是，他是台大的学生。哦，台大学生去当市长。那好了，你解释给我姥姥听。我。那苏南城是当市长，那我叫苏有朋，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人。哦，他姥姥你算知道吗？不一样，你在念书，你不要当市长。看以后有没有机会。哦，想当市长，那看到你的朋友嘛，就是霹雳虎在唱歌嘛，你会不会想出来唱？为什么他唱你不唱？你也可以唱，你唱得很好啊，姥姥很喜欢听啊。当然是。好的东西，大家要师兄先啦，对不对？长幼要有序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现在先出，然后我也要等我课余的时候比较有空才有机会。哦，但你是不是等你以后书读不好再来出？没有，他已经在筹备，他专精，已经在筹备了。哦，你看他又可以读书，又可以出唱片，我也可以跟他一样学啊。对呀、啊啊，好棒哎！对呀、啊，你教我们小明唱歌，我们小明功课、啊、这学期唱考试考的还算不错，不错啊，100分。对呀、啊，我还是。就是不够好，不够好。满分是不是200？他考100是不是？不是，6科100。啊，真的。6科加起来100分，你教我们小明念书好不好？这个像这种比较特别的例子呢，就比较困难一点。对，那我觉得还是上课认真听，找老师帮忙。这样子啊，那你不能教我，但是你教我的话，我可能我的功课会更好一点呢、啊。因为我喜欢你的歌啊，喜欢你的人啊。我们的老师哦，我不喜欢我就不要学啊。这样子的话呢，那。改天了，改天去你家教你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改天要去我家教我嘞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我知道他以前是学体育的嘛，你是不是要当成龙第二啊？是不是啊？我很喜欢看动作片啊，也很喜欢拍动作片，因为我觉得那跟我自己所学的比较有关联。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说哈，虽然你们现在不在一起哈，看是不是有朝一日啊，你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啦，或是那个小帅虎啊，退伍以后，你们三个人又在一起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我们三个是有定下的计划，就是等小帅志鹏回来之后，我们三个再合作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姥姥，你看这样好了，姥姥，你看这样的，那个小帅我还没回来嘛，干脆我加入，跟他们，啊。可是你功课太烂了，拜托小乖虎教教你好不好？坐，我们回去念书了，你教他一下好了。等你要教我哈，等你考第一名的时候，我们就教你。好，走，我们现在去上课去。走，好不好？